现在在打着鱼儿了，外边还有一帮跟风，可能现在正在下去暴风雨都晒得焦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吃鱼，主打吃鱼。这种加水两腿腿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两腿都不行，我们都不行。哎呦，还得疯狂的很多嘛喂。你不要整我。老豆，拿着去煮去。 哇，好安逸！娟儿，哎，快点来！咋子？我还打算今天煮当吃鱼的，结果鱼到那儿都还没钓到，可能不够吃，你去街上端一盆来算了。鱼啊？嗯。然后再端点其他菜嘛，你也辛苦了，今天。我整其他菜，我整嘛，你就端一盆鱼。你就把那个鱼也是了，其他的我来摘。晓得嘛？啊，交给我嘛。啊，这下鱼稍微小点儿，你可以拆开嘛。晓得。嗯，这儿是今天。晓得。丢进去煮去。 放点盐巴，码好味道，料酒，再腌一下，把香料切切，腌一会儿，切点孜姜丝丝，切点醋丝丝。 再挖点我做的糟海椒，先倒油，把它们下就才炸出来。小鱼放的叉烧，晓得了，捞起来，完全炸焦了。哎呀，他也买酒回家嘞，就可得不得了，俺们待不住。 养你啊，那你来弄。那你我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嗯。好好好，哦，这个鱼儿摘就了，嘎。啊。香得很，我看到，嗯。好的。好干了，加点水。大概煮2分钟。 把腊肉整切切的，放了嘞。这一回猪肉肉太瘦了。咦，啥子都没有。哦，腊肉来了。哎呦，腊肉来了。今天就没整啥子哦。哎呀，结果丰富的很。简单得很。这为什么以为是？ 我自己熏的，随便哪都算了，有啥子算了。他们怎样？医生云南的，这我是，俺家亲戚我专门整的，我海椒酱的，我专门。来，这个菜我。这个。哎呦，好多都先点给媳妇儿，尽都是疼媳妇儿的好男人。四川人感觉都是好男人。哎，我。 你们自己点是好，不要客气哦。两码子，好麻烦。等一会儿在这儿陪你们，我就抓边。就抓边，我摆这儿两桌的，坐几会儿不安逸。你们来这吃，我们就来这里了。先吃点这个鱼。今天那耍子几个朋友都是喜欢钓鱼的，刚开始谈的都多大，钓到钓到下飘上大鱼，飘屏大鱼应该说。结果就没钓到两条儿。那边明天我跟亲戚OK。 我又没得鱼了啊，就没来煮这个酸辣味，安逸。你看，我这没跟你讲，你跟我讲来。吃过安逸，安逸的很，来老表。哎，你吃。吃过安逸，真的安逸。哎，你吃。安逸的很。来，不要，你吃。你看没有？嘛。哈哈哈哈哈。先让我把那个眼睛给我吸了，兄弟。